这一个苍耳我想送给的是小齐哥。哦哦，对，因为其实我跟小齐哥其实是有一段缘分吧。因为当时呢我在节目里的时候，其实小齐哥有帮我们去主持过一个见面会。对，那是他参加第一档节目。对，然后后来呢这一次又遇见他了。所以其实这是一个用粤语来读的，就是送你一粒一粒的疮痍，生活顺心又顺耳。顺心又顺耳。讲究讲究，真好。他特别像一个带刺的玫瑰。嗯，然后曾经呢有一首歌我特别喜欢，哎呦，它叫做白玫瑰。那这首歌今天其实也要可以来一下送给现场的观众。好啊，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，得不到的从来矜贵，一撮玫瑰无疑心的丧礼，前世作废当我已经流逝，怕一世。你这个迷人又带刺的男人，哎呀谢谢你。